我说的都是一些重要私人和办公室文件，没有什么金银珠宝，让你失望了。说金银珠宝在保险箱也是我妈的年代了。进现在的年代谈的都是 Bitcoin，我用了 MicroStrategy 也有10年了。由于我时常需要出国公干，很忙，如果我用银行保险箱的话就很不方便。可是 MicroStrategy 24小时营业，我晚上9点就可以过来，就很方便我了。